你好了以后，这是你奔忙起来的感觉啊。长得像吗？你看那俩，哎，哎，对了，好看吗？这是我的小公主。豆豆，好看吗？看看，看起宝贝好看吗？信不信？咱就是愿意吧。行，你得笑一个。哎，真笑了，你笑的美。你看金毛长得好看吗？你看你俩长得是一个颜色的。你俩是一个发色的。他都不认识你，他都愿意跟你一块玩。你逗你玩的，我都不认识你。你妈好看吗？好看吗？啊？你喜欢吗？发现了也不是个省心的，哎，搁这撵人小的人小狗玩，把人小狗都吓跑了，人家不愿意跟他玩，他吧他还一点不决绝，找大刘不敢玩，你小的你给人吓跑了，你想找什么人玩的？我就带你出去玩。Thank you.
金毛，我带你体验你去奔跑的感觉吧。啊，金毛，行不行？我带你体验一个你奔跑的感觉。走，走。好吧，金毛，开心吗？哎。你天天去玩的小鸡儿都搁上面。这是你奔跑起来的感觉啊！等你好了，知道不？你到时候我都不用带着你了，你自己都是搁地上，你都是跟着我跑到那边，知道吧？你要快快的好起来哈，小金毛，行吗？刮暴了，冷了，天好，在那村里边，咱回去行吗？爸好，我给你当小司机，当司机。